网络游戏英雄联盟28号举办5周年狂欢庆典，邀请到周董周杰伦带领的地表最强队与 Super Junior 金希澈的宇宙天才队伍进行一场大厮杀。金希澈与 FTI 的李弘基、宋承炫、陈明焕还有艺人李承炫组成宇宙天才队伍，最后杀爆周董的地表最强，夺下胜利。这位金网民在微博开心写下获胜的兴奋心情，为了到广州比赛，还特地延迟自己跟 SM 娱乐的员工旅游。哎，先生，员工旅游是夏威夷耶！金希澈还直呼果然没来错，虽然心里对公司朋友们过意不去，但他还是觉得很幸福。果然职业网民不是说假的。许多粉丝28号晚间一路紧盯希澈比赛，见他为了打游戏延后度假的时间，纷纷亏说这是网民整场表现，果然还是游戏比较重要。而还有不少玩家原本不是粉丝，看了比赛之后被希澈全程迷弟。